本县致力打造文化科技智慧城，让新竹县成为幸福宜居的美好城市，同时重视员工的身心健康，杜绝职场霸凌，推动员工协助方案，帮忙同仁解决问题。新竹县政府 EAP 关心您。新竹县政府卫生局致力于打造一个充满健康活力的工作环境，促进员工身心健康，营造互动良好友善环境，同时协助同仁解决工作生活所遭遇问题，使每位同仁均能安心工作，充分发挥潜能。本局全力支持员工协助方案，阳光 EAP 健康活力 Go。 我们文化局员工的大小事呢，将由 EAP 一手来掌握，因为我们文化局提供的健康面、工作面、生活面、组织面以及管理面的多样性服务，建立温馨关怀的工作环境，以提升竞争力。如果您有健康、心理、家庭、财务、法律、情绪、压力或其他任何影响你工作的问题，请勇敢提出员工协助方案，让我们一起为提升工作效益而努力。本局致力追求高效能的救灾救护，全力保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，加强预防宣导及基本技能训练，体恤员工所处高压工作环境，积极推动员工协助方案，发现并协助同仁解决问题。新竹县政府消防局 EAP 关心您。新竹县政府员工协助方案提供同仁各面向的服务，包括有工作教育训练、心理咨商、财税咨询、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以及身心舒压等各项的讲座活动，并且因应本次新冠肺炎提供了疫情调适咨询。这个方案守护了警察同仁的身心健康，欢迎有需要的同仁多加利用哦。税捐基层工作是一项为民服务的工作，本局勤勉同仁以诚恳专业的态度为民众服务，事事讲求方法，岁岁顾及人心，团队合作要做好，员工协助是不可少的。当员工有烦恼，我们一起来烧脑，运用 EAP 解决问题，就能不倒。我支持 EAP， 赞。怎么了？喂喂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发生什么事啊？你会不会觉得秀娟最近怪怪的？她刚刚打电话来的时候，声音超虚弱的哎。是哦，你听说她老公外派大陆一阵子了，她都没办法适应哎。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？这样不太清楚了。报科长，秀娟刚刚打电话来说她身体不舒服，今天要请半天假。她怎么搞的啊？工作都做不完了还要请假，你知道她怎么回事吗？
淑娟，你还好吗？下班喽。喂，行政科你好，毕姓朱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喂，小朱吗？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你再帮我请半天假好不好？秀娟要请半天假了，科长听到一定会很生气。哎，他工作都没做完，搞到科长会发飙哎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最近怪怪的。以前他很爱跳健康操，但现在都不去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最近他都不太理人，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很低落哎。办公室来。哦，秀娟，你负责的专案下礼拜就要交了，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看到，你还一直请假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工作工作工作要摆第一啊，要摆在心上啊，不要让我一直低着你好不好？好了，赶快回去工作。小朱，我刚刚经过那个科长办公室的时候，听到秀娟被科长痛骂，接着我又看到秀娟往顶楼冲上去，我不太放心，我们一起去楼上找她好吗？好，我们赶快去找她。对，我也一起去。好好好，来走走走，赶快快点。EAP 就是员工协助方案，发现并协助员工解决可能影响工作效能的个人问题。哇，好厉害啊。新竹县政府提供了四大的员工协助方案，建财心法，内外兼顾。那在这个案例当中，我们要如何用 EAP 来帮助秀娟呢？这是个好问题，我想一定要使用的就是心理的諮商服务哦。首先在内部，他可以使用我们心卫中心免费的咨询专线。那外部呢？哎呀，这真是个好问题。外部呢，则可以使用新竹县政府提供员工每人每年三次免费的心理諮商服务。哇，有三星就甘心了呢。最后换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？没问题。如果我想知道建财心法这四大服务方案的详细内容，要去哪里看呢？你可以上新竹县政府数位人事服务网员工协助专区，那里有各式各样员工协助的方案可以供你浏览参考。新竹县政府员工 EAP 建财心法真有办法。